Ja.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去几楼？六楼。啊，一层啊。嗯。你是空姐吗？嗯。啊。你们下班都这么晚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你邻居，哦，刚才我们在电梯里见过。啊，有事吗？我这有一个你的快递，你看一眼。啊，对，嗯，那、啊、就是这个，你看一眼是不是？啊，临沂。你怎么在你那儿？就是前两天放我家门口了，然后我看是你家门牌号，敲你家门吧，还没人答应。嗯。嗯，我老婆在家，谢谢。嗯，这是干啥的？这是狗粮。啊，养一只狗。装狗粮。啊，这阿拉斯加挺好看的。啊，这个萨摩。啊，我家养一个阿拉斯加，说错了。啊。你家有阿拉斯加？啊，那你出差的时候这个狗咋整啊？放寄养。我每次都送寄养。嗯。啊，那么麻烦。那咋整啊？就我自己。啊，行，没事，下次不行，以后可以放我那儿溜。太麻烦了吧？嗯，没事，那个都穿点了。哦，是啊。嗯、天冷了最近。嗯。那个可以加一下微信吗？嗯，就那个你别误会啊，就是那啥，就是万一快递就寄错地儿啥的啊、嗯，因为我那快递我也那快递小哥总寄错地儿。嗯。行，那我拿手机。嗯，好。这阿拉斯加不是这个、啊、这个菜名叫啥名儿、啊、我净想我家狗了。叫培米。啊啊啊。我家你。啊好好。挺可爱、啊。行你通过一下吧。啊好。行嗯。那我要。休息了。啊是。啊好。啊那拜拜拜拜早点休息。拜拜谢谢。啊没事。